Thank you.
马来西亚柔佛州苏莱巴里办鳌丰宫体育会小龙队的所有的队员们在这里。
表演队伍就是来自新加坡静安龙狮体育协会。Thank you.
全场的掌声，要不然来自新加坡，来看看Yeah!
掌声谢谢来自我们的新加坡的
总是在后头。Thank you.
们再次的掌声欢迎我们五队的五龙队伍的出场。来个180%的掌声给我们的表演的五队呢，这个五龙的团体。那么他们是来自马来西亚柔佛州苏赖巴里半鳌峰宫体育。